漂浮着微风，小草跟着它摇动，蓝天拥抱着伴你们起床，不要太幸福哦。我让你幸福。请进。我们在楼上。啊！你们找谁？尊敬的音乐家们，你们愿意到苹果城做音乐指导吗？音乐指导？苹果也要学音乐？大自然中一切有生命的东西都需要音乐。啊！我觉得音乐真是美妙之极。听人说，音乐能使我们长得更大、更香、更甜，还有更美。嗨，你干什么去？到苹果城去。所谓音乐就是声音，首先要让人听得见。要听得见就要响，越响越好。他们说的多精辟呀，他们多有风度啊。Thank you.
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静一静，请大家静一静。俗话说，名师出高徒。我们保证苹果城的公民们都能成为杰出的音乐家。有一天，就在这个舞台上，你们将为帕瓦罗蒂伴奏。准是摔坏了，我记得我们到了苹果城啊。对，这里就是苹果城。你们是辣椒打工妹？什么？看看清楚，我们可是正宗的红富士。唉，严重脑震荡。哼，我们在开音乐会，你们突然从天上掉下来。音乐会？原来你们整天生活在噪音里，怪不得瘦得像辣椒。使他们的脾气也变得古怪了。那也叫音乐。百灵鸟，让他们听听真正的音乐吧。我们错怪你了。小猪说音乐要响，也怪我们自己什么都不懂。三只小猪胖乎乎的。我现在就带你们去找他们。小草帽，两位小姐初次见面，请多关照，多关照，关照，请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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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关照，你们也把他们当成辣椒了。你们看看清楚哦，本小姐是正宗红富士。哼，
老眼昏花。我们已经老眼昏花了。